满蒙独立运动由来已久，可大致分为正统主义和协和主义两大路径。正统主义最早可以溯源至晚清贵族组织的宗社党，其最初的目的是通过推进君主立宪延续大清帝国，但由于时过境迁，随着革命党大中华主义者发起辛亥暴乱和中国独立运动，大清帝国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因此宗社党保留大清帝国的努力也逐渐演进，形成了建立满蒙新国家的理想。特别是在大中华主义者驱逐殉帝一再毁约之后，满蒙旧贵族基本放弃合作幻想，他们反感暴力革命，希望拥立正统君主，在满洲将中国无法实现的君主立宪国体延续下去，如出自大清皇室的肃亲王之女鲜于及川岛芳子，以及同样支持解体大清、中国独立的日本大亚洲主义者头山满等人，同时也支持满蒙独立。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即为满蒙独立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协和主义则是立足满洲本土的地方军绅议会联合会、奉天金融资本、技术官僚以及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上都更有优势的日裔、俄裔移民自治团体，他们是满洲的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和拉法叶特。他们不满足于事实上的半独立，希望自己出生成长的满洲能够彻底实现独立自主，形成北美合众国式的新国家。正统主义与协和主义这两方面的努力，逐渐塑造形成了新满洲国族的雏形，其核心是满洲特殊共同体意识和自古以来的自治传统。大清帝国统治瓦解后，出于对国际条约体系的尊重和对帝国原有义务的负责，清室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绅集团进行了合法有序不流血的权力交接，堪称文明政治的典范。为了延续大清帝国的条约义务主体不变，在列强的协调下，名义上维持了帝国原有框架，从而形成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但北洋政权的控制力更弱于大清，注定只会是一个过渡状态。而革命党趁乱在南中国地区掀起血雨腥风，对各地满洲旗人进行了卢旺达式的大屠杀，凡有驻防八旗之处都存在不同规模的屠杀，其中以暴乱中心武昌地区和西安最烈。其中西安满城的近20000旗人，包括老弱妇孺，被屠杀殆尽。南中国暴民进行大屠杀的标准是操满洲和幽咽口音不缠足的妇女等等。在中世纪征服战争中，一般遵循降者不杀的原则，而对顽抗造成额外伤亡者才会进行屠城。但中国的辛亥暴乱发生在20世纪的现代，对主动交出权力且没有抵抗的旗人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屠杀，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八旗人口从晚清的500万，而到20世纪中叶时仅剩150万。此时的旗人仍然是一种多元的政治身份，而所谓56民族这种刻意搅浑水的说法，正是在中国主义者先发明了汉族并进行大规模种族屠杀之后才被动被赋予的。构成大清联邦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古国，在北洋时期曾一度撤销独立，重新承认北洋政府的宗主权，但北洋政府管理混乱，
且在蒙古的驻军横征暴敛，非法囚禁蒙古活佛将领，激起当地人的反抗。1921年2月，俄国男爵罗曼·冯·恩琴率领的部分白俄军队进入蒙古，以800骑兵奔袭库伦，得到四方响应。恩琴驱逐中国驻军，帮助博克多汗复国，从此蒙古彻底摆脱中国的阴霾，走上了独立发展光明之路。恩琴获封达尔罕和硕亲王，并与满洲宗室女子在哈尔滨结婚，且育有一女。与蒙古不同，满洲作为大清帝国的本土，在大清帝国解体后并未直接宣布独立，而是从大清帝国东三省过渡为北洋政府的东三省，在名义上归属北洋政府，但事实上形成奉天军身掌控的独立政权，而且在抗击苏联渗透和共产国际代理人南中国革命党北伐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随着奉国战争中的失利，北洋政府被苏联支持下的国共匪帮暴力颠覆，在国共匪帮反帝反满的暴行之下，一切契约已经荡然无存。1928年6月4日清晨，随着奉天皇姑屯的一声巨响，张作霖被苏联特工埃廷贡暗杀，史称六四事件或者皇姑屯事件。苏联和中国利用舆论机器，将罪行嫁祸给一直支持张作霖和保护满洲的日本，百般离间满日同盟。而不久之前，中国匪军在南京济南虐杀日本平民时，却高喊口号，杀死和张作霖一伙的日本人。事实上，在北伐军针对日本侨民进行济南大屠杀之前，日本一直都不愿介入中国的战争，只是希望尽可能保护满洲不受苏联和中国的赤化，避免暴力革命和战祸殃及满洲。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利益与满洲的利益高度一致。因此，南灭赤匪、北拒苏联的张作霖是日本最可信赖的盟友。日本与苏联的冲突已经昭然若揭，张作霖绞死李大钊、毁灭共产国际华北情报网，路人皆知。只有苏联和国共两党与张作霖不共戴天，才能从张作霖的死亡中受益。这就是苏联和中国不断编造低级谎言，拼命篡改真相的原因。奉天失去大帅，一时群龙无首，经元老商议，仍推举张学良继承总司令一职。但奉军元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参谋长杨雨婷，此时才是奉天真正的智囊和栋梁。张雨婷虽死，杨雨婷尚在，人称满洲诸葛亮。由于满洲有日本的关东军保卫满铁，俄国势力覆盖北满，而且奉军虽败，实力尚存，所以中国国民政府不敢出关挑衅，只是攻取幽燕，就草草宣布中国统一，北伐成功。且满洲军功潜力远超南京政府直辖地区，只要固守满洲，中国对奉军毫无办法。但是张学良作为勾结冯玉祥的满洲叛将、赤化分子郭松龄的学生和好友，其思想多有赤化倾向，逐渐倒向中国主义，与中国和谈并放弃独立。中国吞并满洲的主张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日本在外交上遭到打压。张学良不顾元老宿将的苦劝和盟友日本的告诫，在1928年12月29日通电各方，宣布接受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满洲全境同时降下满洲北洋的五色旗、
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满洲称为易帜或东三省易帜，中国称为东北易帜。至此，中国对满洲的贬称“东北”一词才正式进入满洲的政治词汇，流毒至今。中国名义上吞并了满洲，但除了外交权，军政、财权仍由奉天自治。杨雨婷等元老对此极度不解、失望、耻辱、愤懑。杨雨婷直接拒绝在易帜后与张学良合影。易帜意味着自赵尔巽、张作霖掌管奉天政权以来的全部努力付之东流，革命党兵不血刃地将满洲也拉入了中国暴民革命的泥潭。更可怕的是，从此共产国际可以借助国共两党的宿主，公然在满洲肆意传播赤化沦陷，指日可待。满洲作为反共堡垒，从内部被出卖了。易帜事件发生后，日本朝野极受震动。本来苏联取代沙俄就已经使东北亚自日俄战争后形成的稳定平衡摇摇欲坠，而国民政府名义上吞并满洲，则使这一平衡彻底打破，从而导致日本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未来的战祸难以幸免。整个东北亚、整个东亚、整个亚太地区、整个欧亚大陆，全球形势都被这一突如其来、轻率、愚蠢的政治决定引向尸山血海，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张学良。法统之所以尊龙，是因为法统一旦推翻，就难以重建；平衡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平衡一旦打破，就难以恢复。所以，代价最小的道路往往是保守稳健、循序改良。此时赶走奉军占据北京的中国流氓无产者也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暴行。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军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盗掘乾隆皇帝与西太后的陵墓，损毁乾隆皇帝和西太后遗体，盗窃大批珍宝，其中一部分送给蒋介石等中国政要，国民政府因此竟不予追究。更有甚者，中国激进主义者扬言要追杀逊帝。考虑到从义和团到北伐军的种种暴行，使人不得不相信逊帝在天津租界内得知东陵被掘，且国民政府公然纵容罪犯，悲愤交加，痛苦万状，逼宫掘墓，预示着中国流氓无产者已经视一切契约为废纸。这种没有信义的国家根本不是其鼓吹的共和，他们要的只是皇帝的宝座自己坐，大清领土自己来收割。所以逊帝不再对中国抱有任何幻想。反观奉天满洲时代，对盛京燕京皇陵一向保护有加，皇室财产秋毫无犯。逊帝遥望满洲故国，未尝不会时时想起大帅的肺腑之言，遗憾大帅以为苏中合谋所害，而大帅身后所托非人更添唏嘘。张学良作为公子哥，资质平平，不学无术，缺乏战略头脑，仅仅因为大帅荫庇才身居高位，性格如同幼儿，喜怒无常，坑爹害友，卖国误民。由于常年吸毒纵欲，视力近乎半盲，吸毒达到每20分钟扎一针的惊人频率，经常在处理政务时毒瘾发作，连提笔签字都丑态百出。杨雨婷等人苦心经营，才撑起危局。面对张学良的德不配位，
杨雨婷不免以托孤重臣和叔父的身份多有借命，岂料张学良人墨余毒，睚眦必报，竟至怀恨在心，暗动杀机。如果无德无才的张学良安心做一花花公子，倒也太平度日，不失为满洲之福，但偏偏不甘寂寞，意欲有所作为，终于顽童举火，大厦成灰。张学良猜忌杨雨婷，一心亲政，大权独揽，隔阂日深。此外，张学良将郭松龄叛变被杀也归咎于杨雨婷。完成意志的闹剧仅仅12天后，1929年1月11日，张学良以共进晚餐、协商铁路事宜为名，诱骗杨雨婷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前往元帅府。杨常二人毫无防备，到达元帅府的老虎厅后，立刻被张学良派人控制，以荒唐的阻挠国家统一的罪名当场枪杀，史称老虎厅之变或杨常事件。杨雨婷一死，满洲失去了最后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军事领袖，从此战略处境急转直下，奉军旧部日渐凋零，任人鱼肉。张学良自毁栋梁的暴行，使得奉天人人自危，离心离德。蒋介石等国共匪帮得知杨雨婷被害，认为满洲再无英雄，喜出望外，额首称庆。在半年时间内，满洲接连失去张作霖、杨雨婷一号和二号灵魂人物，房倒屋塌，千古罪人、败家逆子张学良大权独揽，从此被苏联和国共匪帮像猴子一样戏耍，以最快速度败光天下最大一份家业。张学良缺乏思想深度，追逐时髦，逐渐倾向于共产主义模式类似但更加恶毒的中国主义，企图模仿蒋介石以中国主义吃下共产主义，与中国义和团一样，打算撕毁契约，将苏联在满洲的势力全部驱逐，因此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北满的东青铁路。这一愚蠢的举动打破了大帅在世时长期维护的地缘平衡，引发一系列难以预计的后果。1929年5月，在蒋介石的怂恿之下，张学良逮捕苏联外交官，准备采用暴力强制收回东青铁路。蒋介石则在南京许下承诺，将派10万援军、数百万军资援助张学良。张学良如3岁小儿，信以为真。7月，苏联撤离外交人员和侨民，并炮击绥芬河，并在东宁等地与奉军爆发小规模冲突。8月，斯大林组建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指挥官为蒋介石最高顾问布留赫尔将军，下辖3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外加布里亚特蒙古独立骑兵营，另有海军、空军配合，总兵力达3万人之多。而奉军此时能够用于前线的兵力约10万，一线作战部队约6万，但装备不及苏军。而且由于张学良杀害元老，导致奉军心灰意冷，士气低落。在斯大林得知只要苏军不深入满洲，日本不会出兵干涉的底牌后，正式下令开战，奉苏战争全面爆发，苏军从东西北3面侵入满洲。由于满洲历来反共反苏，中国共产党积怨已久，马上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匪首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组建远东工人游击队，协助苏军进攻满洲海拉尔市。
苏军以东青铁路西端的满洲里扎莱诺尔方向为陆上进攻的主要方向，双方爆发激烈战斗，奉军节节败退。8月14日，欧普县失守；9月19日，绥滨失守；10月12日，双方海军舰队爆发三江口之战，奉军海军江防舰队覆没，苏军趁胜占领黑瞎子岛，双方伤亡近1000人。10月30日，苏军舰队和陆军协同进攻附近，奉军大败，近300人战死，数千人被俘，而苏军只死亡3人，伤11人。奉军松花江舰队全军覆没，东线战事基本结束。苏军主攻方向西线则爆发大小战斗100余次，突入满洲100公里。11月16日，苏军主力越过结冰的额尔古纳河，向扎莱诺尔迂回，奉军被包围，第17旅旅长、团长均阵亡。随后苏军一部围困扎莱诺尔，主力转向围攻满洲里，奉军第15旅被苏军包围，旅长率部分军官躲入日本领馆，11月20日向苏军投降。满洲里及西线会战，奉军惨败，阵亡1500人以上，近1万人被俘，损失大量重装备，而苏联仅阵亡100余人。11月27日，苏军兵不血刃占领海拉尔。至此，奉军无力再战，只能求和。最终，张学良派蔡运升前往哈巴罗夫斯克与苏联签订停战协定，恢复苏联在东青铁路的全部权益，但南京国民政府却不承认这一协定，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彻底破裂。在奉苏战争中，奉军付出了死伤数千人、被俘10000人的代价，而中国承诺提供的10万援军和援助，从始至终连影子都没有。战后又不承认满洲自行签署的停战协定，因为蒋介石根本就是想让满洲人和苏联拼个两败俱伤，最好是苏联人把满洲人都杀光，自己的统治才方便进入满洲。满洲人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屈辱，换来的只有南京事后送来的6枚不值一文的勋章。在南中国，为配合苏军行动，中国共产党于1929年10月底在广东的海陆丰地区开展了恐怖活动，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共产党军队在粤闽赣交界附近暴动，1930年2月成立江西苏维埃。与苏联合作的冯玉祥也公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而由于蒋介石希望削减地方军队，强干弱支，引起阎锡山、李宗仁的不满，蒋冯阎李四大派系走向决裂，地方军身势力推举汪精卫组成新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拒绝。1930年5月，南京政府誓师讨伐阎锡山、冯玉祥，企图武力征服北方，李宗仁的桂系则从西南方向向蒋介石的中央军发动进攻，双方出动兵力合计150余万，远超所谓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的战争。越是统一，战争规模反而越大越惨烈，这正是大一统的不治之症。反蒋联军和中央军进行了近半年的惨烈厮杀，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军队伤亡总数超过30万人，平民死伤无数，史称中原大战。9月，刚刚被蒋介石耍过一次的张学良亲率奉军入关，加入蒋介石阵营，胜利的天平立刻倒向中央军，
反蒋同盟迅速瓦解，阎锡山、冯玉祥宣布下野，张学良以奉军300,000人入关，收编西北军，黄河以北进入囊中，成为维护大一统的明星，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政府的副总统，达到人生巅峰。在关内风光无限的张学良，在满洲老家却倒行逆施，非但没有锐意进取，消除张作霖时代的局限和击毙，反而变本加厉。大帅在世时尚能尊重法统，基本上遵守民主和法律程序，而张学良滥杀元老，穷兵黩武，使满洲人白白牺牲，流血出钱，为自己博取虚名，滥用政府权力，开垦草原，破坏生态，激起牧民的嘎达梅林起义，并出兵镇压，贩卖鸦片，谋取暴利，使满洲成为当时鸦片污染重灾区，滥发纸币，榨取满洲民力，80%的税收被用作军费，张学良的挥霍扩军造成财政巨额亏空，竟预收未来5年的税款。张学良反日融共，对中共成立满洲省委清剿不力，刘少奇等人遂利用时机，在奉苏战争时帮助苏联危害满洲。中共满洲省委在共产国际指挥下发起暴动，袭击日本领事馆，破坏铁路，驱逐日籍朝鲜人，挑拨日满矛盾，造成多名日籍平民和警察伤亡。当时满洲各地被迫到满铁驻地避难的日籍朝鲜人30,000余人，张学良还指使无赖流氓破坏日本企业营商环境，每年约370起骚扰事件，使多数日企无法营业，还违约修建满铁并行铁路以压迫满铁，导致满洲最大最强的企业满铁都出现亏损。张学良在政治外交上的低能更令满洲陷入危局，利用国民党打压满洲本土势力，杀害杨宇霆等擅长对日本外交的元老重臣，以及反帝排外的奉苏战争，都给日本以巨大震动，也使得步步退让、小心维护东北亚平衡的日本文官政府陷入被动，被军部激进派所责难。张学良挥霍无度，不但败坏着满洲的自然环境、社会人心，也疏远坑害所有朋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和满洲利益没有一点关系的中国。三省议会都在这一时期交给了国民党党部，而党部40%的成员和绝大部分情报机构成员是共产国际特支派出的，这都严重侵蚀和败坏了满洲自古以来的自由和独立。在这样的危亡时刻，满蒙独立运动逐渐壮大，取得了越来越多满洲人的认同。关东军的大脑石原莞尔看出张学良的倒行逆施必然众叛亲离，随着深入了解满洲的人心向背，提出驱逐张学良为代表的中国主义者，帮助满洲爱国者独立建国的计划。但关东军作为保护满铁的驻军只有10,000余人，并不具备直接挑战张学良的实力，因此需要等待时机。1931年6月27日，关东军参谋中村镇太郎等3人在大兴安岭地区考察时遭到张学良部下的杀害，张学良亲自下令毁尸灭迹，事后又谎称已经处决凶手，但实际予以包庇，引发关东军的极大愤慨。1931年7月，张学良政府又刻意制造族群冲突，迫害韩裔人士，引发万宝山事件。7月18日，冯玉祥旧部著名的火烧少林寺的罪魁石友三在幽烟地区发动兵变，
张学良不得不又一次驱策奉军主力入关，为南京政府卖命。张学良携奉军主力入关，为满洲重获独立提供了天赐良机。1931年9月18日，奉军中排日亲共并为张学良所器重的旅长王以哲密令炸毁柳条湖铁路的一段，刻意寻衅骚扰。由于张学良拥兵30万，而关东军只有10000余人，以多欺少，认定关东军不敢还击。然而面对张学良集团种种暴行，再也忍无可忍，关东军遂以柳条沟事件为契机，冲击奉军北大营，发起满洲事变。张学良由于上次与苏联开战已经被蒋介石耍过一次，因此这次日军发难，立即告诫全军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因此关东军以微弱兵力控制整个奉天的军营、兵工厂、飞机场。日本参谋本部顾及国际影响，不同意在满洲建立政权的方案，并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石原莞尔提出，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拯救全满洲。因此很多关东军官兵甚至武器都没来得及拿，就发起行动，迅速控制了要害部门，并查获大量张学良政权之前与日本文官政府来往的密件，导致文官政府陷入被动。由于满洲铁路城市的 T 字布局，关东军得以迅速机动，北上控制沿线城镇，3天之内陆续进驻长春、吉林各地。满洲爱国者得知关东军发起的行动，拍手称快，群起响应。吉林省长宗室西洽起义反张，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将军起义加入关东军阵营，大部分奉军爱国官兵也纷纷响应，倒戈反张。满洲各派系、各族群对张学良积怨终于得到充分的释放。奉天、吉林两省传檄而定，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仍然盲目忠于张学良，在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但迅速被张海鹏将军率领的满洲军及协同作战的关东军击溃。1931年11月，满日联军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2月4日，由西洽将军的新吉林军和关东军联合行动，将马占山的势力驱逐出哈尔滨。至此马占山失去全部战略据点，不得不与满日联军进行和谈。2月7日，在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著名的日属台裔满洲国外交家谢介石的劝说下，马占山投诚，同意与各方协商独立建国。2月16日晚，在奉天大和旅馆举行满洲国建国会议，张景惠、西洽、臧世义、马占山、谢介石、袁金凯、余崇汉、赵新伯等满洲军身精英参会，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会议。2月17日，张景惠任委员长的最高行政委员会成立。2月18日，最高行政委员会发出独立宣言电文，宣布满洲脱离中国国民政府，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与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这是继张作霖两度宣布独立之后，满洲第三次宣布独立，也是最彻底、最决绝的独立。大帅两次宣布独立，但并未正式建国，这本来在张作霖反北伐、抗中战争不利而返回关外的计划之中，
但由于被苏联刺杀而中断，但渴望自由、抗中反共的满洲人并没有放弃，终于以满洲事变为契机完成了大帅的遗愿。1932年3月1日，最高行政委员会通过满洲国建国宣言，现代意义的满洲国从此诞生。满洲事变类似辛亥年中国独立，其多主体多中心的性质，既是满洲自发秩序的积累，又是协和主义的体现。吉林的旧满洲、韩边外的新满洲、大连的日益自治派、辽陶的三省联合议会派、奉天银行家、技术官僚和正统主义者分别发动，各有不同的诉求和法统。9月18日，关东军的试探行动正好引燃了满洲各阶层长期以来对张学良依靠蒋介石压制满洲本土势力的积怨，瞬间爆发。最终张学良众叛亲离，带领孤军寄人篱下，狼狈流亡中国。在各方博弈和妥协之下，满洲人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素养，以满洲正统君主及大清帝国训帝溥仪为国家元首和象征，采用军和国的国体，避免了中国式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和战争灾难。满洲事变以最小的代价，几乎不流血地完成了一次光荣革命，实际宣告了东亚帝国政治的解体。同时，不同于口岸城市的自治市政仅限于租界一隅，满洲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地区正式建国，是19世纪以来远东所有自治团体中的最高成果。由于日本政府的掌权派明确反对关东军发起满洲事变，因此关东军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并不是代表日本国家意志，而是顺应了满洲人民的选择。很多日裔满洲人都已经在满洲生活了两三代人，已经完全和满洲的兴亡荣辱绑在一起。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进步和活跃，使得他们在满洲事变中像华盛顿、富兰克林反抗英国一样反对自己的母国日本，他们更倾向于自己是满洲人。如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的父亲小泽开作先生，即以满洲为祖国，希望像美国脱离英国独立那样，将满洲新大陆也建成一块自由乐土。小泽征尔的名字即取自同为满洲建国诸国父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的征尔二字。小泽开作先生还先后推动创建了满洲青年联盟和满洲国协和会，成为日裔满洲国民的杰出代表。满洲事变和满洲国的建立是东亚、东北亚历史上的奇迹，它的建国理念和历程非常完美地集成演绎了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两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满洲事变开启满洲独立，相当于华盛顿的北美十三州、玻利瓦尔的拉丁美洲独立，体现了满洲人自古对自由传统的珍视和传承，充分说明来到满洲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是为了挣脱集权和暴政，追求自由独立，他们的德性成色经受住了考验。而各方在国体、国族建构上的政治智慧，更是对英国光荣革命的青出于蓝。迎奉大清训帝作为满洲执政和君主，正如英国资产阶级迎奉荷兰奥兰治执政威廉玛丽夫妇任英国君主一样，一方面是满洲对内亚联邦共主传统的延续，一方面也是协和主义的政治权力制衡的杰出总结。
反观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国家。中国既没有自由传统，也缺乏政治妥协。今天如此，未来依旧如此。与中国主义者污蔑满洲国是复辟大清的低级认知完全相反，满洲国的建立恰恰是对帝国体制的否定，是大清帝国彻底解体的终极确认。而中国的建构却真的是将大清复活了，让所有人再一次被大一统帝国当成蝼蚁奴役。中国也就是后清。中国式的反清并不是反对帝国，而是要自己建立一个更邪恶的帝国。中国式的反共不是反对共产党的统治手段，而只是自己没能掌权。正如美国是欧洲所有厌恶绝对主义国家的人们前往美洲建立的国度一样，满洲国是东亚各国渴望自由的移民建立的自由国家。它同时完成了英国和美国在各自历史上做出的最出色、优雅、正确的创举。满洲国像一块璞玉浑金，出水芙蓉，一登上历史舞台就绽放异彩，艳压群芳。满洲国家迅速实现五族协和，建成王道乐土。然而此时的东亚，除了满洲、日本，其余地区都是赤化的重灾区。为了摧毁自由反共的堡垒满洲国，为了配合苏联在远东将日本拉入战争泥潭，宁肯同归于尽也见不得别人好的中国，开始了其跳梁小丑般的可悲闹剧。谁在遥远的夜空等飞过的流星，看它照亮谁的路，谁走入了谁梦中，谁用灿烂的笑彩虹之上的
谁在城中等你？看天空之城的烟雨，淋湿的湿。